历史年代就已经流行了。 第一个要我感谢我的师傅，教我咯，教我蛋糕啊，教我什么啊。我姓陈，哇，60了，他家里穷，12岁就跑出来做这个，没有读书啊，读小学。啊，我1974年就在 Fortuna 年学徒啊，自己开30年咯。 对，厉害！放的都是这样的啊，要轻轻拿出来这样哦。 啊，你呀，啊你呀，他说不然你就放大咯，那个安哥就讲你放大了 ，OK 都把刀片夹里走。快点啊！
我的你是什么？一只蛋黄。啊。你买的。好贵，好贵啊！做什么了？厉害啊！这菠萝厉害啊！好厉害！我被菜刀过，还有头脑还真多，物件在做诶。这个哎，对哦，好呀。这七十年代就已经流行了嘛，现在啊淘汰了辣椒。
在2001的时候坐 MRT 很辛苦哦。MRT 坐差不多9年了。整条上完一排，上完一间而已，当维持了啊，多么辛苦了。人生的全部都在这里哦。这个什么打算？看有没有人，年轻人来接手哦。